神辉大师在大藏经中发现了六处疑点，就向六祖大师提问。第一个问题是问戒定慧，戒定慧是什么？所用之戒是什么东西？定从什么地方修习？慧由什么地方产生？我所看见的都没能通达。六祖大师回答，定就是要定其心，运用戒就是要戒其行。佛性中常用智慧映照，便自见自明的更深远了。